别打了，过来过来吃笋笋。这个笋笋不好吃，找外公去。来了来了，好吃的笋笋来。下面一起看外公两次给可爱加笋吧。外公先是拿了细笋给可爱，但可爱尤其是爱姐好像对细笋不是很感兴趣。外公后来又拿了大粗笋给可爱，爱姐的几次飘逸转身都好丝滑，可可一直都想追外公哈哈。外公又笑容满面地跑进来加笋了，主打一个宠爱。